大家要修福报，都认为有钱才能修福，没有钱我拿什么修福？他不知道，念这一声佛号，修的那个福报比财布施三千大千世界的财布施都抵不上那一句用真诚恭敬心念的一句阿弥陀佛。很多人不知道啊，为什么这句佛号真诚心念跟阿弥陀佛就通了，就接上线了，就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换一句话说，这一声佛号，佛号里面所包含的就是四十八愿，就是一部无量寿经啊，就是大方广佛华严啊，再扩大的时候，就是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一切经教，在这一句佛号当中。啊，问题是会念不会念？不会念是夹杂着有求，啊，求升官、求发财也能求得到，那太小了。啊，那个心太小了，心量太小了。要求求大的，要求圆满的。啊，圆满的就是遍法界虚空界。啊，就像慧能大师一样，何其自信能生万法。没有想到自信，整个宇宙自信变现出来的。所以宇宙就是自信，自信就是自己。啊，什么是自己？整个宇宙是自己。这就对了，啊，这个人就成佛了，他真的明白了，真搞清楚了，整个宇宙是自己，啊，没有生命，没有好恶，没有是非，没有人我，找对立的找不到了，啊，真的是一体啊。